我没闹，那个我长你嫂子真的有事儿。我拜托你了，行吗？你有什么话，你等清醒的时候再说，成不成？我也很清醒。喝多人都说自己没醉，哎，你快点回家睡觉去吧，你。我就想知道那石万块钱到底怎么回事儿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跟我嫂子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嫂子是什么人吗？10万块钱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？你嫂子跟你说了。我问我嫂子。那10万块钱到底哪儿去了？他这才告诉我是帮了你了，还说不让我告诉你呢。你说我跟刘云白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帮我那么多，我还冤枉他。所以说你要好好的对我嫂子，你知道吗？行行。 你去跟你嫂子说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我回去给她做饭，我弥补我的过失。你慢着点，你喝那么多酒。哎，李老师、张老师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好，走啊，再见。 你来干什么？找你谈谈。没工夫和你谈。必须谈。我求你能不能不这样，行不行？把孩子给我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就想用孩子来折磨我，不想让我过日子是吧？我想贝贝了。要是以前，我无条件答应，现在不行。离婚协议上写的很清楚，孩子归我，那就是归我。刘帆，你把贝贝还给我。不可能。 这不行，既然结婚，那就是两口子，这两口子过日子，哪有分你的我的？哼，可你们现在分的比谁都清楚，那还结什么婚？真是的。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不可能问他去要存折，要存折密码吧？再说了，你说这钱又不是我的，我也不好意思要啊。那你在他们家算什么？保姆、佣人？好，就算是保姆、佣人。 那每个月还有工资呢，你呀，这是免费的保姆佣人。老韩，有个事儿想跟你聊一聊。消防生活费的事儿吧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不认我这个爹，我不可能给他生活费。
不是这个事儿，那是啥事儿啊？我问你啊，你说，咱们俩是不是结婚了？是不是两口子？既然是两口子，我觉得咱们之间就不应该有什么秘密，反正就不应该互相提防着。我觉得你就经常提防着我。哎，你能不能不拐弯抹角啊？你要有啥话，你就直说。 反正我就觉得，我在这个家就像个免费的保姆佣人。哼，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开工资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哈，你说咱们的饭店一个月挣多少钱，从来不跟我说啊？还有咱们俩的存款。哎，你要说到存款，那咱得说清楚了。这钱可是我一分一分挣来了，对不对？再说这存款，那可是咱结婚之前我存的钱吧？是，这个我知道。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。 是不是这个财产要争相透明度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就这个意思。我就觉得吧，你说两口子之间哈，在钱的事情上真的不能藏着掖着，对吧？那我问你啊，你是看中我的钱了，还是看中我的人了？你说实话。这我当然是看上你这人了呀。那中，从今天开始起不能提钱的事儿了。 啊，行了行了，咱都累了一天了，来睡呀睡呀睡！哎呦，刘云，你知不知道，我这心里翻江倒海的，你看你都把我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不知道说什么好就不用说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必须得说。你看人都说了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行了行了。 我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了，多累一天，赶紧睡。啊，你累了，那我帮你捏捏肩。哎，别别别那么夸张，行吗？那你必须得让我把这感激之情表达出来，否则我睡不着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不买了房要装修吗？明儿周末我正好有空，你带我去看看。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别这么说啊，刘云，你看我的事你替我操心，你的事也让我操操心，将心比心嘛。 钱怎么没看出来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挺善良的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，铺好了，请。今天怎么想起来替我换床单了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为您服务嘛。我有点受不起呀。您受之无愧，受之无愧。来。 好，晚安，你早点休息。您是？我是刘云的丈夫。哦，是大哥呀！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您等一会儿啊，我给您倒杯茶。哎，你别忙活了啊，我就是顺路过来看一眼，大哥就走。 行，您坐着。医院里的医生来过两次，他们都说大哥恢复的挺好的。真是全靠你了。其实，刘云姐真的帮了我挺多的。 他就那样的人，那样的人啊？就一个挺热心的人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我先走了，改天我再来看。啊，哎，行。 家里有事，小慧，怎么了？刚才我姐夫是不是来了？啊，来了，我刚开始还没认出来他呢。哦，刚才我来的路上看见他了。
还以为家里出什么大事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我也正纳闷呢，他以前几乎就没来过，今天突然过来了。来，小慧，我来吧，你帮一下我。刘大哥，你说你姐夫是不是觉得愧疚了，今天才来看大哥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 哦，对了，小慧，嗯，你以后别一口一个刘大哥，刘大哥，以后啊，你就叫我刘帆吧。你看，你叫我大哥也叫大哥，叫我也叫大哥，我都分不清楚了。也是哈，那以后我就叫你刘帆。哎，你看你帮了我，我真的挺感激的。买房呢。 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我也管不了。但是说句实话，这小区不咋地，感觉不舒服。怎么不舒服？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不舒服。嫉妒？哎呦，我怎么个嫉妒？我告诉你，我说不舒服是有道理。啊，你看这绿化根本没人管啊，疯长，疯长。我觉得都挺好的，人呢？ 不能要求太高了。活动设施，我请问活动设施在哪里？我觉得没有问题。而且还你看啊，这小区居民的素质，嘿，你看，这都弄挂得跟万国旗一样了啊！我终于知道什么叫鸡蛋里头挑骨头了。嘿，我说这大实话，你这是长了眼睛你看得见的呀。 你看，就是不怎么样，哎呦，这外立面真难看。行了，你就别挑了，又不是你住。嗯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个小马虎，又错了吧？就这么一点点粗心大意。嗯，嘿嘿嘿。 你笑什么？你这个小坏东西，还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什么意思你？我就是笑一下嘛，我爸爸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好好检讨一下自己，老看着我干嘛？为什么错了？好好改正啊。嗯。来了，这么快作业就写完了？回来了。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我找你有事儿说。哦，有什么事儿？哎，你到楼下说，我冲杯咖啡给你喝。你就那么怕我吗？在哪儿谈不一样啊？我找你有正经事儿，干嘛这个态度？态度怎么了？反正让人觉得很不舒服。 如果我态度上哪儿不好，让你不舒服了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对了，其实我也有事要找你的，就是装修公司那我已经联系好了，所以以后你跟刘云就不用再为装修的事操心了。等装修的效果图一出来，我马上拿给你看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件事跟我没关系了呗？我也是好意。 我怕你们以后为装修的事操心嘛。行，其实我找你就是想谈这件事儿。既然你都安排好了，那我就不管了。文雪，我知道你很用心，你几乎把你全部的心力都投注在这家店上面。没什么呀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很充实。 是很充实，不过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安排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比如说你可以约约会，或者是这个谈谈恋爱。谈恋爱？跟谁谈啊？所以我说了嘛，你看你。
又年轻，事业做得也不错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找个对象，别总这么耗着。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交个男朋友？文学，我会这么说，是真心的为你好。文雪，哎，张姨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饭多好！是啊，怎么走？怎么走啊？哎，文雪，文雪，怎么了？我看文雪好像不高兴呢。爸，没事，你们先吃饭，我出去一下，别等我啊。哎，没事。文雪，怎么了？你们俩，怎么了？文雪。行了，你等一下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动我！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去找男朋友啊。你能不能冷静？我冷静，还是你自己冷静冷静吧。我哥跟我嫂子已经复婚了，你再喜欢他有什么用呢？不承认是吧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喜欢的是我嫂子。文雪，咱们都是成年人，我特别希望好好跟你聊一聊。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聊的，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我哥跟我嫂子复婚以后，他们两人过得很好，难道你非要去破坏了别人的家庭，非要去当一个无知的第三者吗？文雪，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什么？你嫂子她其实她很不容易。我知道我嫂子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去帮她。如果你真心的为他好，你愿意去帮他，可以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和一个有家庭、有丈夫、有孩子的女人保持距离。沏了一杯茶，你这么客气，弄得我都不习惯了。你都救我于水火之中了，我应该的。我跟你谈一个正经事儿吧。你说，我洗耳恭听。我觉得王可的病好的差不多了，他可以去上学了。还是不行吧？怎么不行啊？你看王可的病是心理的，他不像外伤要磕磕碰碰的，出了血结了疤好了。这心理的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你又万一把他送到学校他又复发了，咱不前功尽弃了吗？那你觉着呢？他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呀？你看你这房子装修不还有一阵子吗？等装修好了，怎么着你得让他通个风透个气儿的吧？而且新房装修完你住进去对身体不好，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真的就那么着急要走啊？是，又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咱们现在住着相安无事的，觉得也挺好的。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不舍得我走啊？这不为王可好吗？哎，那个刘月，你这几天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别睡地上了，睡床吧，地上凉，对你身体不好。你看我干嘛上床啊？不用了，咱们说好的一人一天，这合同里定的。哎，别，你这不是非常时期吗？你把我的工作都保住了，你现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。来，请。来，我声明啊，这个钱我不是给你的，我是借给你的，你还是要还的。一定还。但您这恩情，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我拜托你，
别天天都挂在嘴边上，行吗？早知道这样，这钱我就不借给你了。天天谢来谢去的，没完没了了。静姐，静姐，我叫一俗人，你原谅我啊！你早点休息。你这俗人，赶快回你的俗窝去吧。行嘞，我回我的俗窝去。师傅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你看，好了好了，有，还好。不哭不哭了哦，找个洗手间，把这毛巾冲一冲。好，好，来，哎呦。张姨，哎，是你啊？今天没上班呐？我想孩子了，所以。我就特意请了个假，张姨，我能抱抱孩子吗？嗯，贝贝，哎，贝贝，贝贝啊，贝贝，贝贝，贝贝，妈妈好想你啊，贝贝，贝贝，妈妈好想你啊，张姨，我真的不能没有贝贝。这几天我白天的时候想他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他。张姨，我真的离不开他了。当妈的嘛，别哭了，别吓着孩子。张姨，我想求您件事儿。你说吧。我想把贝贝抱回家。那可不行，贝贝是刘帆抱过来的，我得交给他。张姨，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，求你了，那不成，那不成，求你了，你得给我，贝贝，哎，朱青，老顾，啊，朱青，朱青把孩子抢走了，哎，赶快追啊，朱青，哎，朱青，哎，哎，这怎么办？这楚青怎么这样啊？这楚青。我们怎么跟刘帆交代呀、啊？这个事儿啊，你看看，都怪我，不该答应他抱孩子。算了，你也别难过了，这楚青太不像话了。爷，您把它弄干净，回头再把人绊一跟头。行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反正就差不多就要照这来。行吧，行啊，来，您在这儿。这话问的，什么叫我怎么在这儿？无论作为王文雪她哥还是刘云的丈夫，在这都应该是我吧。挺好，反正我们几个都在忙，你在这盯着也行。那我到处看看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。怎么了？这么热天，师傅很辛苦啊，给他们买点水吧。确实挺辛苦。回来没说完呢。又怎么了？为了保质保量，再请大家伙吃个饭。行。那你安排吧，晚上一块吃饭。啊，赶紧买水去。哎，那前面，快快。一会儿忙完了，请大家吃大餐啊。谢谢。我说，你让楚青把贝贝给抱回去。爸，她是你外孙女，这么着急赶我们走干嘛？我给她挖完水就走。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你说呀，他把贝贝抱回来，这太过分了。我说过了，这我自己的事儿。那行，你呀，把他抱回去吧。啊！哎，楚青，楚青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楚青，你们爷儿俩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这谁在闹啊？这晚上我也不回来了，楚青一个人带孩子，我也不放心。你呀。自己弄点吃的吧。来，这样我们谢谢老板跟王大哥。谢谢老板，谢谢王大哥。啊，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好，慢点啊。好。我说你今天有点反常啊，滴酒不沾的。对呀，为了保持清醒，跟你说事儿。
行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哎，我说顾刚，回头别老在刘云跟前转悠，没用。刘云现在跟我住在一起。那也就是因为王可生病，要不然你以为？王凯，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维持一个男人应该有风度。啊，你有风度，我妹对你那么好，你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哎，这事儿我是已经跟文雪聊过了。少来这一套啊！我告诉你，王文雪的事儿你得负责，别整天满嘴的什么风度啊，什么君子的。行，我跟你没法沟通。跟你也没法沟通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对了，还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刘云的房子装修的事儿，不需要你管，有我呢。啊，那房子是我朋友的，再说了，刘云也是我朋友，所以装修的事儿我肯定会插手的。钱放这儿，职位多不会少，你再吃点啊。你把你钱拿走，我这有。这个月的营业额比上个月翻了两倍还多呢。那咱们装修的进度呢？怎么样了？应该这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吧？这星期就差不多了。嗯，那太好了。哥，来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。有事儿回家再说。就是，你干嘛呀？我跟你嫂子说事儿，你别管。出来。哎哎哎哎！什么脾气啊？哎呀，王凯，你有完没完呢你？我知道你帮过我，我欠你的。但今天我这话要不说出来，我心里难受。行，你说你说。你那店里装修，不准顾刚插手啊！你买的房子，也不准顾刚插手。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啊！让顾刚得罪你了，我买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以后这店也不准顾刚再来。人家顾刚是这个店的股东，你凭什么不让人家来啊？我说那分店的装修我来监督，我不想看到顾刚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抓紧时间回家吧，我没工夫跟你这瞎扯。不行，你这一定要表态。你真是没事儿找事儿。你说，你嫂子的伤不会很严重吧？你别用这个态度，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呀。我看你不把我嫂子折腾到医院，你是不罢休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妹子，我求你个事儿。哎呀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帮帮我嘛！我能帮你什么呀？你不是一直跟他关系挺好的吗？你跟他说说，你说我真的挺后悔的，我心里也特别难受。你是我亲妹妹，你不帮我，你知道我一直在努力改善跟他的关系，你说就是这节骨眼上。你要不帮我，我死定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嫂子又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以为跟你一样呢？这件事儿是你做的不对，但是你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啊。我嫂子受伤了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好好的对她，好好的疼她，好好的照顾她，没准结果就不一样了。笨。你伤怎么样？没事的，顾刚，就是一点小伤。啊，对你放心，我媳妇住院，我会照顾得很好的。有我哥在这儿呢，你不用担心。来了来了，妈，赶紧来吃。来。哟，这不顾刚吗？一大早就来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听刘云腿受伤了，不放心，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这事儿啊，不用你担心，文凯在这照顾他呢。回去吧，啊。
啊。行，你们都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对，你有事你忙去。送送你哥。啊，哦，走走，我送送你。啊，嗯，你们在我就放心了。嗯，我走了。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儿。顾刚得跟我说清楚刘云现在情况怎么样。哦，啊，我去医院照顾他。好，我收拾收拾马上去啊。哎，顾刚说什么？他说刘云伤着腿了，公司忙，人手不够，让我去医院照顾他。那你现在就去吧。好，那我去。我要个陪护。您要陪护干嘛？有我还不够吗？我要上厕所怎么办啊？我抱你去啊。你要不要脸呢？哎，刘云，咱那合同上写的可清楚，对吧？为了王可，咱什么事儿都不能抱怨。再说了，咱又不是陌生人，那好歹也同床共枕 N 多年了吧？我就问你，找不找陪护？不找，就不找。哎，现在要不要去厕所？我帮你去。不去。张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顾刚说刘云伤着了，我赶紧把家里安排好了，就过来了。我来照顾你。张姨，您可来了。您来照顾他。啊？怎么了，王文凯？怎么张姨来照顾我？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啊。我哪敢不高兴啊？我只是觉得有点意外。这有什么意外的？都是一家人。你顾叔叔还催着我赶紧过来呢。顾叔叔还好吧？好。这腿怎么伤成这样？老板娘，菜买齐了，还差10斤肉要买。哦，咱们的菜都上齐了。哦，对，菜齐了，还有10斤肉。哎，老板娘，你先过去，我待会儿找你。哎。小慧。呀，大嫂，买菜呢？嗯。怎么样，家里边情况都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刘毅呢？他恢复的怎么样？也挺好的。啊，那个什么，小慧，过两天我想去家里看看，行吗？你来呀。行。那你先忙，我过去了。嗯。怎么，他要来看大哥？嗯。大嫂心里不安，内疚了。可能吧。我觉得你大嫂气色不是特别好。气色不好？嗯。像他这种没良心的人，气色怎么能好？也别这么说。我今天看见她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个老板娘，好像还比以前瘦了。那就说明她过得不好。她这种人，怎么能过得好？一共1260块钱。对呀，现在什么都涨价，这菜涨得最厉害了。你不会做啥手脚吧？哎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？你不是俺不相信。俺这个人呢有个毛病，一旦怀疑一次，这个怀疑就会持续下去。我承认，我上次拿你的项链换钱是我不对，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呀。道歉有啥用？道歉管啥？那你说，我怎么做才能管用？韩建平，我真的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以前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累过呀。要实在不行，咱们俩就去离婚。离婚中啊？那明天咱就去办了。不过我就一个要求，你净身出户，而且你上次偷那个项链，你还我，
或者不卖根芹菜。什么？净身出户？韩建民，你欺债甚厉！别说我陪你吃陪你睡了，这么长时间我就你们家保姆，那挣的工资也够买条金项链的了吧？不，你不是保姆，你是俺媳妇儿。有你这么对待媳妇儿的吗？你？你要不偷我的东西，我能这样对待你吗？行，你别激动了，你。你是个老板娘，多少人哭着喊着想当这个，俺当不上了。啥？你这是？吃！咦，你还烦了你还？啥人家？喂，文雪，是你让赵毅来医院的？是啊，我公司最近不是很忙吗？分店又忙着装修，实在找不到人手。你别打岔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夫妻感情。文雪，恐怕你误会了吧？我只是让张姨去照顾刘云几天，这跟破坏夫妻感情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我哥和我嫂子刚刚复婚，正好想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哥好好的表现一下，弥补一下两个人离婚的伤痕。您可倒好，你把张姨叫过来什么意思啊？文雪，你听我说，一来我这么做是为了分店着想，二来张姨她真的很担心刘云。我会把张姨送走的。你文雪。您在啊？哎呀，真是大老板，见您还得事先通报。哎呦，您这办公室这叫牛，哎，这叫一个气派，哼！我能坐吗？坐。哎，怎么突然想起来找我来了？找你是有点事儿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哦。什么事儿？你说，就我老婆啊，那个装修那房子的事儿。哦，装修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。哎呀，太巧了！哎，我也找好装修公司了呀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装修的事儿，你想自己操办？答案正确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我的时间大把，我没您那么忙，您多忙啊。那行，还有其他事儿吗？是很有事，我想问你一下。哎，是你让张姨去伺候刘云的，对吧？您这招够阴的呀，这叫釜底抽薪。我懂，你反正就是看我跟刘云破镜重圆，你很不爽就对了。哎，不，我这是为了大局着想。这为大局？我告诉你，你就为你自己。那刘云更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不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如果没其他事儿，我去开会，不送。张姨，我把您叫出来是有件事儿想求您。哎呀，什么求不求的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嫂子照顾得好好的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误会了。你快坐下听我说啊。您知道我哥以前对我嫂子不够好，总是吵吵闹闹的，离婚以后我哥也挺后悔的。现在复婚主要也是因为小可生病的原因，其实两个人的感情还是有裂痕的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哥做出了很多的努力，也希望能够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。好，应该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嫂子脚扭了，这正好是一个机会，可以让我哥表现表现。我知道你对我嫂子好，能不能把这个机会留给我哥呀？你哥会照顾人吗？他不会，他可以学呀。他作为一个丈夫，照顾他的妻子那是应该的，累死他他也心甘情愿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张姨，你要是不放心我嫂子，你就给她煲点粥，熬点汤，平时有空过来给她看看她。好，行。你这孩子，为你哥你嫂子真是费了心思了。那谢谢你了，张姨。
喂，张姨。哎，你说。什么？行，我知道。哎，再见。来，我来喂你。别那么夸张，我自己来。好容易想表白一下爱心，还不给机会，赏个脸，赏个脸。来，张嘴。我的胳膊又没出问题，我自己可以，我干嘛要让你喂？嫂子，好点没？我给你送点水果。哎，哎呀，我这个就是一个小毛病，你该忙什么还忙什么啊？我知道，我给你搁着我就走。现在店里离不开我。你干嘛呢？端个碗在那儿站着。这还看不出来吗？给你嫂子喂吃的，她就不给面子，死活不张嘴。啊，明白明白，那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文雪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先扶我上趟卫生间。哎，你不店里还有事儿啊？赶紧忙你忙你的去。哦，文雪，我还是需要你帮我。好吧，你闪一个，我来吧。哎，慢点，行，慢点啊。你是要去看我嫂子吗？我觉得你现在上去不太合适，我哥正在喂我嫂子吃饭呢。你就那么喜欢当电灯泡吗？你去看我嫂子可以，换个时间行吗？他们真的在吃饭。现在很好，而且很恩爱，我都不好意思在病房里待着。看到我哥和我嫂子能够这样，我真的很为他们高兴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要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应该问一问你自己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哥和我嫂子已经复婚了，而且他们的感情正在修复，你到底要想怎样呢？我没有想怎样啊，我就只是关心一下你嫂子，我怎么了？你那是关心吗？你明明是喜欢她，你爱她。下车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的时候紧紧的相依，千山万水寻找爱情，你说过不离不弃，额头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是我们一生的约定，唱不出那段默契，那段甜蜜一样的旋律，我想那落幕烟火，黑夜绽放孤独的美丽，我只有抱着回忆走过四季，忘记了归期，就算是梦里相遇，无声无息拥抱着空气，我想你。
绽放孤独的美丽，往事又抱着回忆走过四季，忘记了归期，就算是梦里相遇，无声无息拥抱着空气，我只有一